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Echo 甜甜的呀，小铃铛打招呼。嘿，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的迷你世界。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新方块地图。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好了，咱们看一下告示牌。木鱼大大你好，本地图中有一些巫妖王专属的武器，本人第一次做地图，做得不好，请多包涵，然后不许不 PVP，祝玩得开心。达到20分胜利，咱们各自把相同的东西拿一下，准备好拼人品了。好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一对快乐的父子俩。真的。怎么了？嘿嘿嘿嘿嘿嘿，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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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是不是来来来，他给你狙击枪啦？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我错了。开开开开，开心方块，开心方块。好的。上来啊！我准备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备，开始。咦？不是，这什么东西？不是，这什么？这什么玩意咱儿？们还是先不要弄吧。假如把这什菜么刀玩意破儿？坏掉了就不好了。我的天哪，神经病啊！木鱼的蛋啊，包含了作者对木鱼满满的爱啊！不是。干得漂亮。你是想把我的蛋拿出来孵化出来是不是？为什么包只有含一着只你对呀？我满满的爱，不是，那为什么只有一只啊？不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啊？你才一个对蛋，啊，等等，独孤小九七剑。的钻石，小七建了一座钻石山，攻击力65，气泡果汁，这什神么器最终香之芋剑，牛堡，蓝钻块，烤鱼，独孤九剑。哇，这个东西好小像强集团的特殊武器，我的天哪，骨头哎！这个东西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左键发射键出去。完了。完了，发生什么东什西么？炸掉了？什么东西炸掉了？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神器友谊的召唤，可以召唤出16只独孤，不对，令狐冲。可以召唤老黑的东西。我这把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待会我要一把一把的试一下。好的。好火球是什么东西啊？土豪的火球吗？难道我是个土豪？神器大炎帝可以将对手击飞。哎，我这边还有个罐头。觉醒火拳，我的天哪，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觉醒火拳，哎，等一下，小强集团可以召唤出16只熊孩子强。鸡眼剑，我的天，还有鸡眼剑，老黑法杖，可以召唤出老黑。这什么？令狐冲，我要试一下老黑喷射爪钩，能量剑，蘑菇汤。出来吧！觉醒火拳，黑鸡脑，好大一个蛋啊！好大一个煤炭做的蛋啊！好大一个煤炭做的老巨炼松果弹弓石子弹弓，蒙眼羞羞。哎，我刚刚明明记得有开到小七的剑呢。好吧，来，我先试一下这个老黑法杖。哇，要梗！哇，召唤一座那个煤炭山，然后这个什么小七的钻石，我看是右键上。我的天哪！天哪！要是生存能有这把武器的话，咱们还抽钻石吗？对啊，如果说以后就是做一个这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哇，这个蓝钻块是真的耶，可以撸下来。可以撸吗？可以撸下来的。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生存的神器啊！我看一下，我这边还有一个好火球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什么木鱼的蛋，哎，哥哥你看，着火了。这是几个意思啊？蛋把地给裂开了吗？哥哥你怎么在下面？嗨，你好，你看那个地方着火了。你看，可以生成一个裂缝，我这个蛋。
哦，看到没？看到没？我的天哪，这个地图被你给走完了，还可以左键丢炸弹的。哪里跑？哪里跑？再试一下这个独孤九剑，看我独孤九剑，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卡了，哎，咻！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是小铃铛的。还有，我这还有这召唤基友，我看一下。哇！我伤害这么高的，哇，他的射速，哒，看到没？他的射速。还有这个，哒，哎，这个是干什么的？可以将对手击飞？没有击飞啊！我卡死了，卡死了！我只要有这个东西，右键、左键，你还进得了我身？开什么玩笑？我这也有火拳，我这也有那个觉醒火拳。你确定要欺负我吗？什么东西？你那有什么？哎，最终之剑。哎，我动不了了。最终之剑，来呀，欺负我呀，来呀，互相伤害呀，非要欺负我。神经病啊！我动不了了。哎。哎，算了，咱们就这样结束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还有就是你们做的那个幸运方块地图装饰方面可以稍微再弄漂亮一点，就完美了。